头都不会算，没关系，再继续努力，没关系。为什么上班时去上班呢？为什么那些上班无解答？为什么女生不习惯太胖？为什么别人的手机在响？啊，吃上饭餐就让大饭吃着自己变胖，饭炒蛋的菜开始就是高级变胖，不穿就叫变胖，现在输空变胖，对，强不在练习变胖。
笑，我其实都知道你只是想炫耀，我永远做不到，你永远赢